哈喽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我是你们的徐老弟儿，咱们下网要出发了。这是150多张网，花篮网，带着咱们的小船，咱们出发开干。下水啊，朋友们，下水，开始干。大家看看这资源啊，漂亮啊！花篮网下水中啊，朋友们，这是150个。我拿手机不太方便。给大家看看这环境啊，朋友们，大野河啊，农村野河，干就完事了啊，已经下了有60-70个了啊，看看，继续干，继续干啊，朋友们，你看这是什么叶子？这是荷花吗？看看这个资源啊。全都是芦苇荡啊，扔这儿一个。OK， 继续啊。看看这个资源啊，朋友们，必须牛逼啊！喜欢逮鱼的给老弟点点关注啊，别忘了点点红心。看看朋友们这水质啊，能看到底儿，能看见了吧？这里水质相当的好，看，清澈见底的。喜欢吃鱼的朋友们，逮鱼的朋友都可以关注我啊！正在下网中，快下完了。